注射美容也叫填充美容，玻尿酸呢，它是跟我们护肤品有一些喷雾啊、面膜中的玻尿酸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在护肤品和面膜中所常用的这些玻尿酸呢，是没有经过交联的，也就是它们彼此是独立的一些海绵的颗粒，它有强的吸水性，用了之后可以达到一种保湿的效果。而在填充注射中的玻尿酸呢，它是经过交联的，用锁链把这些一个一个的玻尿酸的这些小球把它穿到一起，所以它的硬度、韧性和弹性都比我们在护肤品中的玻尿酸要更好，这才能够达到一种注射填充塑形的效果。通常呢，它的代谢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没交联的玻尿酸，它的代谢时间往往是1周，而交联过的玻尿酸，它的代谢时间就会大大的增长，为我们的填充、为我们的注射啊，能够保持更久的时间，提供了一个结构基础。